好，那我来报告那个议员投票指南。那我在拿到那个奖助金的当天，我就辞职了。所以之后那个之后有得奖的，可以考虑参考一下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我压力太大了。没有，其实这样子的话比较轻松嘛。啊，那这个刚早上有讲过嘛。那其实我早上还没讲到，就是说，里面还有很多是去当各个政府机关的，任职，比如说乡长啊，或是经济部的什么部长那样。然后有其中有七位是病逝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其实蛮高比率的会消失。然后，好，这个早上我都有讲到了，这边应该都有听到。然后，那我这边下午这边就特别再讲一下有关工程建议款的部分。那我这边已经把全台有公布的议员配合款，议员配合款就是说我们县市政府有规划预算，然后让议员可以去，比如说我这边要铺路啊，我这边要挖水沟，那他去跟县市政府建议以后。县市政府就会依据实际的需求拨预算，那可是议员又是县市政府的监督者嘛，所以一般照统计资料来看，都是来者不拒，或是几乎就是少少砍个几千块啊、几万块，然后就会过。那我这边有整理出一些发现啊，那像是不是、我们平常都会有听到什么绑桩啊、桩脚。那在实际去查以后，就说地方都有三大头人哦，三大庄脚，分别就是村里镇长，然后或是地方发展协会，或是社区发展协会，还有地方的庙。那其中为什么呢？我就稍微去搜寻了一下以后，就可以发现有一些县市，他们都会用这个款项去补助给，比如说我下面列的这些，像屏东这个，他就给他的。社区发展协会给他9.5万，然后像这个新竹县呢，就是给他们的以办公室，给他们办活动，给他2万办活动。那像是宜兰县这个，他就给他一个庆安庙这边给他一个 LED 灯的预算7万。那像这种都不用，我这个等一下继续再讲。那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稍微看出来说。哪些地方是，这个地方的庄脚是非常有利的，像台北你就比较少看到这些钱会用在协会啊、发展协会或庙，但是在像屏东、新竹依然是非常普遍的使用。然后再来一个是，我们中央是有立法规定这个工程，议员配合款这个哈，不可以定额分配。就是不可以，县政府有好像有内定说啊，我一个人就是给你500万，因为这样子是避免说，因为这东西应该是有点像实报实销啦，就是你这个地方有这个需求才来提吧，那怎么会好像每次大家都花了一样的钱？但是统计出来哦，就是有几个县市就是定额分配，就看起来就是定额分配嘛，那有一些会特别多哦。先看那个屏的部分哦，我这个是某一个县市，但你比如说你可以去跟台北市比较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分布是很差很多的，像这个后面几乎都500万嘛，就跟你 Google 到的数字差不多。那为什么会我们有听过什么议员去买票选议长，觉得蛮神奇的，就是议长有什么薪水比较多吗？好像没有。那还有因为嘛，会台南的还因为会选议长被抓去关嘛。那稍微做一下研究以后，就会发现说，怎么议长跟副议长刚好拿的钱都是一般那个500万的2倍跟4倍，可以稍微看一下，就是蛮巧合的。那也跟江湖传说中的2倍到4倍是差不多的，就是。县市政府就是会给议长跟副议长这样子的面子。那在政府招标都要有招标方式嘛？那为什么有一些会写说竞洽厂商？
那这个是有兴趣可以去查政府采购法，里面有说到，蛮不清楚啊，但它就是其实重点就是说十万以下的可以竞洽厂商，不用公开招标。那这个就很奇怪，就是，好，那竞洽厂商是谁来决定竞洽什么厂商？那如果你今天是，比如说某个国小，你收到了这个款项，那你会自己去竞洽厂商，就是去找需要厂商呢，还是你会看这里款项是哪个议员建议你的？你会不会去问他一下？就是这中间是有很多，我觉得是有很多弊端啦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公开招标嘛，那当然是由需要的人，或是他看这个钱是为什么而来，他可能会去请教一下这个，比如说议员的意见。好，那另外还有一个，议员配合就先讲到这边哦。那这个有兴趣可以上那个，你就 Google 议员投票指南，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工程建议款，可以进去玩。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现在正在整理表决的资料。那表决并不是每个县市都有，像新北市它就不记名了。那台北市就有这个资料，那我们就可以稍微做一下统整，让这个表决更容易被看懂。我早上有讲过，就是可以整理出像立委投票指南那种比较一目了然的方式。好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赶快来当模拟的议员吧。那我这次有拿到50万嘛，那我有拿出20万。好，只要你在这个平台上面人气很高，最后我就会办一个投票嘛，那最高得票两人就可以拿到10万的选举保证金的补助。因为选举保证金很贵哦，选议员要20万哦，所以我补助10万，你还是要自己出10万。那这个详细的办法可以来这个黑点 T 看，我是有定一些规则啊，比如说政党推荐的话，一定要是无党籍或是上市没有政党补助的政党，就像时代力量不行了。那个你拿到这个钱哈，如果后来你通过了，那个就是你得票如果超过一定的话，你是会可以退还这个保证金的。那你要再把这个保证金回来这个循环，就是让下一次的人也可以再使用这个保证金哈。好，然后大家这个办法都还是可以。大家来提意见，那我会尽量斟酌。像这个，我本来是提30万，但后来发现违法，我个人只能最多每年度只能捐赠20万。好，那赶快来找我，或是赶快去网络上面，你就可以直接报名了。好，OK， 好，那我们继续加油。